老乡，要不要买棺材？我们这儿的棺材货真价实啊！哎，对，今天大请客，买一个送一个。哎，原来是你啊！你这个人最近还不会死。 难怪大家都叫你赵瞎子。杨浩，你回来了。 曹操，果然曹操就到了。哎，我们正在谈你，谈我？哼，我有什么好谈的？是啊，大家都在奇怪，像你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在我们这住那么久呢？难道说你是为了传说中的那批宝藏？
来了。我请，大爷，哎，面来了。我请。哎，真是不好意思呢。那胡老好敬你呗。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没关系。哎，喝喝。啊，我敬你，我敬你。哎，吃菜，吃菜啊。哎，今天菜。菜不错啊，来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再喝一杯吧。黄子也先有。大爷们一向只要钱，不要命，你们也不必害怕，只要把你们身上的金银财宝全都给我拿出来，就没事了。快拿出来！轮到你了，快拿出来！大爷，你看和尚能拿出什么来？算了吧，这么邋遢的和尚，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油水的，叫他们快点。是。遇到了和尚，果然晦气。各位大爷，等一等。和尚身上还有四两银子。本来是准备买件新衣服，买双新草鞋的。和尚刚才说了谎话，和尚该死，和尚该死，和尚该死，哼，和尚该死。和尚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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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该死。和尚，哎去，哎，陆小凤，陆小凤，啊，你就是那个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正是在下，事儿啊，陆小凤，你还是这么不老实啊？嗨，老实和尚，等你哪天不老实的时候，我就老实了。各位，你们的财物都在那儿，赶快去把它捡回来。好，走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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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的朋友被杀了。谁？千里追风万里独行的柳成风。在什么地方？在黄石村，被人一刀杀死在古松下。一刀刺杀，谁能一刀杀得了柳成风？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把这个人找出来？怎么又是牛肉汤？当然，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叫我牛肉汤呢？好，今天的牛肉汤怎么有点苦啊？是不是你心里边有点苦啊？我一点都不苦，是你自己要去那种鬼地方，苦的是你自己。你不陪我到那儿去，你会放心？我很放心，那种鬼地方连个女鬼都没有，我还什么不放心的？哦，万一我要是不回来呢？你不回来，你以为你能逃得了啊？嗯，货真价实啊！哎，我给你量。对，今天老板大请客，买一呀送一。长五尺六寸，长五尺六寸，宽一尺七寸，宽一尺七寸，太大了，长减一尺，宽减五寸。哎，行行行，顾客至上。长减一尺，宽减五寸。长减一尺，宽减五寸。这不是跟我的尺寸一样吗？这不是你的尺寸呢。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他的。那棺材呢？棺材当然也留给他用。哎，小王八蛋，今天你可吃瘪了吧？在这种地方还会有人给你钱呢？我这个叫花子其实是副业，正业啊是偷。这附近有什么人值得你偷啊？就算一根被狗啃过的肉骨头也有点油水的。有些人被我偷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瞒着老婆藏起来的私房钱。杂货铺那个老王八蛋呢，就被我偷了80多次了。杂货铺？只要你住进去啊，吃喝拉撒睡啊，他们呢是一手包办的。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通常是哪一种人才会到这地方来？通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财迷，一种是逃犯。正好我不是这两种人，我是来找朋友的。什么朋友？财迷朋友。财迷？你是说柳成风，柳大爷？他是你的朋友？不错，就是他。只可惜你来迟了一步。我知道他已经死了。那你是来替他收尸的？
你的朋友在世的时候做人不错，他的后事我们都已经替他办好了。他尸体在哪里？尸体在棺材里。棺材在哪儿？棺材当然在棺材铺里。我早知道你会来照顾，我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我还是不想买棺材，我只想看一个人。这里除了我之外都是死人。哎，我就是要看死人。柳晨风，柳大爷。嗯。你是他的朋友？嗯。嗯。好，跟我来。送他来的时候，那把凶刀还在不在他身上？哼，你真有眼光。刀呢？刀？啊，我当然会留着，不过我忽然忘记放在哪里了。哼，这，嗯。我想起来了，你跟我来。不见了，你想想看，有没有人知道你把那把刀藏起来？哎，只有他，不但他知道，而且他还看到。哦，他是谁？他是张。
想不到这种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高手。你是谁？谁要你来行刺的？刚才说的那个叫张什么？张什吓我一跳，你是不是要把我吓死啊？哦，我是不是应该向你道个歉呢？啊，那倒不必了，不好意思嘛。你手脚倒挺快的，我才刚到这儿住下来，你就来光顾我了。啊啊，我不是来偷的，我是丐帮弟子。我怎么会来偷陆小凤呢？天下有谁不知道陆小凤是丐帮的好朋友啊？你真的是丐帮的弟子？嗯，你不相信啊？我这麻袋虽小，却是货真价实，半点不假哦。哦，你怎么会在这？天下哪里没有丐帮的弟子啊？只不过有的比较倒霉一点，才会派到这里来。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得到朋友啊！哎，你真的把我当做朋友啊？一点都不生气啊？嗯？这儿到底有多少个姓张的？嗯，好像有20多个哎。哦，那就难了。哎，不过这20多个都是一家人呢。哪家？张大户啊。大户是我们黄石村里的第一大富豪哎，他既有钱又有势，平常呢乐善好施。哎，对了，你那位朋友柳成功，柳大爷的后事啊，就是他办的。哎，听说啊，他家里还养了一些逃犯跟杀手。哪位朋友？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来坐坐？贵客光临，有失远迎，实在是罪过。可是贵客，我好像看见你跟那个小王八蛋在一起。那个小王八蛋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听啊！他是个小贼，是个混蛋呢、啊。你那个朋友柳大爷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常常看着他鬼鬼祟祟的
在柳大爷房里。那个小王八蛋平常穷得要死，自从柳大爷死了以后，他突然阔了。我怀疑啊，他可能是谋财害命。你放心，我不是那么容易就让人家害死的。唯一能害死我的就是酒。酒？对，你呀，还是赶紧去找点酒来害死我吧。来，我敬你一杯。陆公子啊，你可喝的真不少哎，还算过得去。哎，这真是一件怪事哎。哦，喝酒也算是件怪事。喝酒不奇怪，怪的是你呀。酒能伤身，也能乱性，可是你好像一点都没被他伤害到啊。来，我敬你。你呢？我啊，我已经不行了，我一喝酒啊就不行了。哎呦哎呦你轻一点啊！你这个老王八蛋，明明知道不行，你还要喝、啊？你轻一点，轻一点啊！哼！哎呦，哎呦喂！你还不给我轻点？你轻一点！我叫你再喝！我的耳朵都夹下来了！我你轻一点嘛！哎呦，轻一点！嗨，要不要我带你去找张大户啊？我只能带你到门口而已啊。哎呦，我不能进去啊，我一进去就出不来跟他动手，他是谁啊？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就是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啊？他就是陆小凤啊？你怎么知道我是谁？不瞒你说，你的好友柳晨风一死，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哦，你跟我来。刘老弟常跟我说，你是个好朋友，是个可怜性命都可以交给你的人。请。
这把就是杀死刘老弟的刀。这把刀留在赵瞎子那里，我实在不放心，所以才拿了回来，我要亲手的交给你。神风刀，果然是神风刀。我早就怀疑，那刀是脱胎于东瀛的剑法。可是神风刀失传已久，现在怎么又突然重现江湖？难道说欧阳神风也有传人在这里？我虽然养了一批亡命之徒，可是绝没有这号人物。我相信你，你以诚待我，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风刀可以算是天下最快的刀法之一，可是还没有快到一刀迎面杀死柳成凤。天下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一刀迎面就杀了柳成凤的，除非这个人是他的朋友，是个他绝不会提防的人。可是我们这里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啊，你是不是在隐瞒着什么？这里是不是有个不平常的人？你又吓我一跳，我迟早会被你吓死的。好大的胆子，偷东西居然敢偷到我这儿来。快放我下来，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我是来送帖子的。送帖子给谁？陆公子啊。闻大侠远来，不生仰慕之志，且虽被贬天涯，亦不能不略表敬意。明日午时，仅以粗茶为君洗尘，恭速拜。陆小凤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最出风头的人，连恭速都这样对你。恭速，恭速是谁？恭速，九天玄女不幸被贬在人间，我还能说什么呢？公素，公素是个大美人啊。公素，哼，她有什么了不起的？故作公主状。其实啊，她只不过是从皇宫里打出来的个丫头而已。她可是我们这儿的大主顾啊，昨天我就是为了要送货到她那儿去啊，所以才没有迎接到你这位大贵客啊。公素，他简直就是一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我虽然给他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多活几年。倒是另外一口棺材，我恨不能早早把他送出去。那口是替谁准备的？宫娥。见且宫娥，特来迎接陆公子大驾，请随我来。你不该来的。公主之命，怎么敢不来？怎么能不来？可是
你实在是不该来的，不是不该到我这里来，而是不该到黄石村来。神风刀法的传人，住手！陆小凤，你说什么？柳成凤就死在神风刀法下，他的玉佩就在你身上，你还有什么话说？如果宫娥是杀死柳成凤的凶手，那他怎么会在你的面前使用这种刀法呢？如果这块玉佩是从柳成风身上拿来的，我又怎么会佩戴在身上呢？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那他那把神风刀呢？刀早就在几个月前失窃了。你的玉佩呢？这是张大户送的。嗯。啊，这是不是你送给公诉的？送给他的，与他无关。是你？不错，是我从那个老王八蛋藏私房钱的地方偷来的。是不是在找这个？哎，怎么会在你这儿？你怎么会有这块玉？嗯，是不是在柳成风身上拿的？不错，这块玉佩是我从柳大爷身上拿下来的。哎，可是人不是我杀的，当我发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死，好像还要讲些什么。没有，哎，他什么都没有讲。那把刀呢？刀？你去问那个小王八蛋去。啊，他人在哪里啊？阁楼后的古松下。古松下。小兄弟，宫娥的那把刀是谁偷的？当然是我了，偷啊本来就是我的本行啊。后来那把刀又交给谁了？啊，他把刀交给了我，因为他欠我的酒钱。所以你就用那把刀杀了柳成风，他绝不会提防到你，因为他也跟张大户一样是个男人。
所以你才这么容易得手。我为什么要杀他呢？他哪一点比得上我呢？哼，哎，哼，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样侮辱我们小姐？想不到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娘会有这么好的武功。你真的以为她是杂货铺的老板娘？她不是。嗯，那她是谁？她就是以迷香暗器、销魂剑三件宝名闻江湖的胡三宝。你又是谁？我老王八蛋的来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不要看他现在长得丑，他以前就是靠这张脸专门吃软饭的活乌龟，被他迷死的女人不知道有多少。他难道你就是蛇郎君呢？就是他。 你不要听那个老家伙胡说八道。可以开张做生意了。我就摘你的花。是西门吹雪，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早就死了八百多个了。哦，原来西门吹雪是个杀人魔王。所以你赶快走。我不能走，他有个朋友特地叫我带个信给他，没有见到他我怎么能走呢？他的朋友，他也有朋友？恐怕也只有这一个。谁？陆小凤。叫他进来。请。
小凤到黄石村，已经去了20几天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一定是出纰漏了。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想去找他。既然你要去找他，为什么还不去呢？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我一定要找一个保镖陪我一块儿去。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吹雪这个保镖更合适呢？你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没有，因为陆小凤是你的朋友，所以你一定会去。你错了。你真的不去？送客。是。请。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总不会眼看着你好朋友的女人在你的面前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给脱光吧。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一直脱，脱光为止，你信不信？我信。要不要买棺材啊？我们这棺材货真价实啊，买一送。送我自己。哎呀，好好好，哎，赵瞎子，你今天可算是吃瘪了吧？啊？哎，在这种地方，还会有人给你钱呢？哎。其实啊，我这个叫花子是副业。副业？哎，正业是偷。偷？嗯。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值得你偷的？哎，当然有了，杂货铺的老王八蛋啊，嗨，私房钱多得很呢。哦。杂货铺。像你们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呢？我们是来找朋友的。哦，你的朋友是谁？陆小凤。陆小凤。哎，可惜你们来晚了。你是说他已经死了？他的尸体在哪里？当然在棺材里。会有朋友来看他，所以我一直没有把他棺材钉上。现在你们已经看过了，我也可以把他钉上了。赵瞎子，赵瞎
得买棺材啊？别别别，乌鸦嘴！啊，西门公子，我是特地给你送信来的。西门公子台见，文大侠远来，不生仰慕之志，且虽被贬天涯，亦不能不略表敬意。明日午时，即以粗茶为君洗尘，恭速拜。恭速是谁？我就是恭速。听说你是陆小凤的好朋友。你见过陆小凤？不错，我见过她一次。不过，自从那次以后，他就失踪了。陆小凤已经死了。我知道。陆小凤是我最仰慕的人，我们要尽到地主的责任，照顾他，让他死在这个镇上。我很难过。是谁杀了陆小凤？谁又能杀得了他？能杀他的人当然是他最不提防的人了。哦，什么人？现在我已经派人把这些人都给找来了。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喝两杯呢？嗯，我敬两位，等这些人一来，我们就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叫宫娥，西门吹雪，听说你的剑术已经练到无剑的境界，我很想领教。住手！他的剑一出鞘，你就死定了。每件事都有例外。吹雪的无剑境界果然是剑术的最高峰。其实啊，我早就知道凶手是谁。哼，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不早说？我说了我还能活到现在。哎，那你不怕被凶手杀了灭口？小王八蛋，凶手杀了我，那岂不是暴露了自己身份了？哼，看来我今天又有生意好做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谁是凶手。镇上每一个都是凶手。那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他们跟陆小凤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杀他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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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世界上除了我们之外，别人也无法回答你。当然，我也不会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另外的一件事情：不杀你们的原因，就是为了西门吹雪的剑谱。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歇着了。这村子是不是绝对安全？没有问题。从三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调查了，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除了张大户豪爽好客，收留了几个亡命之徒以外，其他的连武功都不会。那些亡命之徒，那些人的武功根本不足为惧啊！ 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嗯。
是张大虎。张大户，阁下莫非就是辽东大夏司马长卿，中原镖局的总镖头？正是在下。今日押镖路过桂屯，想在此借宿一宿。啊，欢迎欢迎。张兄，你我萍水相逢，蒙你设宴款待，我敬你一杯。请。来，多吃点。别客气，我一生好客，最喜欢朋友。你们路过这里到舍下做客，那是我的荣幸啊！来，谢谢谢谢，请，各位请用餐。哎，菜来了。来，请请请，大家别客气，多吃点啊。来来，来，我敬各位，谢谢。哦，难得有好酒。哎，菜又来了，来了来了！哎，来来，多吃点，多吃点，谢谢你啊！来，多别客气，多吃点啊！干杯，干杯，干杯！哎，谢了，谢了！别客气，来，我敬各位，来来。总镖头，请问这一次你一共带来了几位镖师啊？七位。哦。好，谢谢。我这里地方虽然很大。可是也只能招待两三位。哎，没关系，我那个杂货铺还可以招待两位。嗯，哎，这位姑娘就住我那儿吧。啊，谁要是胆子大，不怕睡棺材，哎，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各位，龙情高义，我十分感动，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来来来，大家请干一杯啊！干了，请坐，请坐。来，坐坐坐。给我请用菜。哎，菜来了。来，请请请。多吃点。来来来，喝喝喝啊！多喝杯，多喝杯，喝点。来来来，喝点，请请请请请。啊，谢谢啊，谢谢。来来，吃点菜。承蒙你们两位看得起，不嫌弃这种小地方，来，我再请你们两位。啊，谢谢谢谢，我这来。啊，谢谢。嗯。哎，多喝点，多喝点。啊，来，请请。来，是。来来来来，我敬您。不，谢谢你们的招待，我不能再喝了。没关系，时候还早嘛。来，我再敬你一杯。好，这杯我喝了。对不起，我要去巡视一下。你放心，我们这村子里头安全得很，绝对不会有人去抢你们镖银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再敬二位一杯，来。公主盛情款待，在下先干为敬。杜姑娘，我再敬你一杯。
看他酒中下毒。活口。我请你来是当我保镖的，现在我被人家欺负了，你居然连动也不动一下。如果欺负你的是别人，现在躺下来的就不是你了。你说什么？难道你连陆小凤都不认识吗？西门吹雪果然不愧是剑神呢。我就知道，好人不长命，陆小凤啊是死不了的。哎，啊，你又怎么知道？啊，在棺材铺里，我就已经发现，躺在棺材里的不是你，而是老实和尚，因为我看见过老实和尚的手背上有颗痣。我先走了。好了，你走吧。想不到你还那么细心呢。可是啊，有一些事情我还是不懂。什么事啊？哎，你是怎么把老实和尚给骗来的？和尚叫我自己来，那我就自己来了。当然我也不会就那么便宜了那个和尚，于是我就硬拉着和尚陪我去，我们在村前才分手。因为和尚的光头太扎眼，所以我就不让他进村子去。那么老实和尚又怎么会替你死的呢？这儿本来是个极不受人注意的小村子，可是当我发现这儿所有的人都在隐藏他们自己武功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了问题。
等我发现不对的时候，我就立刻去找了老实和尚。你又来找和尚有什么事吗？把你的衣服裤子统统脱下来。啊，你想干什么？我什么也不干，我只是想要你替我死一次。啊，我为什么要替你死一次啊？哎，因为只有你死了以后才能再活着回来。当今天下只有老实和尚学会了龟息术，可以诈死骗人。不错，他不但精通易容术，而且他的功夫已经练到了能够控制自己咽喉的肌肉，完全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嗯，现在我明白了，只要你一死，他们的防备自然就会松懈，你就可以暗中调查他们的阴谋了。所以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嗯，为什么要我们留下他们的活口呢？我也不知道，总有他的道理吧。我为什么要留下他们的活口？我费了多少心血安排了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也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要你们顶替黄石村的人，可是现在居然功亏一篑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批黄金全被调包了，都是一箱箱的废铁。这表示我们当中有人泄露了秘密，我们之中会有奸细。谁会是奸细呢？牢里头守着西门吹雪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查出被调包的黄金在哪里。你总该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你们的活口。哼！只要你说出黄金的下落，我不但立刻放了你们，而且还会把黄金分给你一份。金鹏，如果有人会相信你这句话，那才是活见了鬼。陆小凤，你没有死。我怎么会没有死？张大户，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的眼神不对劲，神风刀可以算是天下最快的刀法之一，可是
还没有快到能够一刀迎面杀死柳成风。天下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迎面一刀杀得了柳成风，除非这人是他的朋友，是个他绝不会提防的人。要不是你们那么急着要我死，或许我到现在还查不出来。于是我就出了村子，去请老实和尚，请他易容改扮成我的模样。我在他的胸口上绑了一块铁片跟一个血包。扑向宫娥，宫娥的那刀就正好刺中了和尚早就准备好的铁片跟血包。当时的天色已经很暗了，你们又没看清楚，而宫娥又太相信他自己的刀法，所以他才会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只可惜现在西门吹雪跟牛肉汤却在我们的掌握中。是吗？那你就错了。如果我不故意中计被俘，那金鹏的秘密怎么能揭穿呢？老王八蛋呢？啊，他先走了。如果我不先杀死他，如何能救出西门吹雪？现在我明白，我们的奸细原来就是你。抱歉呢，这是万不得已。这么说，黄金也是被你调包的了。我们防守这么森严，凭你一个人就能把这么多黄金调包？谁说黄金被调包了？
些黄金只不过是被涂上一层很特别的颜色，可是要办这种事，当然只凭我一个人也办不到。既然黄金还在这儿，那就好办。恐怕不太好办。刀呢？刀在。
血魔虽然是天下最快的刀法之一，可惜还是有破绽。你早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何必让我们受这种罪？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金鹏的身份，所以只好委屈你们了。总镖头，这是谁出的主意啊？这件事为什么不来问我？阿弥陀佛。